哦，下营的东兴国小了，哦，下营东兴国小了，哦，你看南边的路刚好有下营以及殿上帝公庙，上帝庙先天上帝还列位尊神，出行要进活动第一天、两天、第一天，今天礼拜六，农历三月初二，国历4月6号，哦，预告连续放假4天，然后参与的人很多。台北，还有新北嘞，台中还是桃园那边，哦，婚礼一样，都有都有参加，都有进贡。哦，神教正牌很多。第二天说他正牌拿到200证，正牌有200证，哦，要足够的空间，还有电脑，还有足够的那个手机。有直播的，有现场录影的，他要有准备电池。那一般都拍2个钟头左右，所以有电池也要准备。我来这里拍比较不会热。哦，这里拍了也要拍照。